受是中秋月圆时，等你回来团圆。哦，不得了，阿尼，今仔日的这个心情的故事吼，请咱总干事吼来点一首歌来呼应一下，谢谢朋友，大家来咱家拜拜，求有签，都一首歌。啊，我点一个月圆时好不好？月圆时都麻烦一下，你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，曾伟忠那个拍一拍来，月圆时。山万岁，拿着你名字，彼段情放袂记，予阮孤单寂寞过日子。叫一声心爱的人，为怎样放我的心稀微？叹一声痴情的我，为怎样心内暗伤悲？希望你会当听见默默的心事，中秋月圆时，等你回来团圆。感谢月圆时，好听好听。感谢冰月点点歌了。你唱歌的同时，那老卡咧卖烟钱啊？啊，卖烟钱哦，卖烟钱。今麦是啥？咱这个顶岗有名声，下岗有出名。是。咱乌来上厉害的是这条真正正港十八烧烟钱。来，黄大哥，甲大家说介绍一下。我甲孙哥介绍一下，是，这是长啊烟钱。长啊，长啊，内底有长啊的啦。内底有长啊的吼。哦。这有。故事的吼，我一个李长辈啊，因老爸是以前就天伊咧卖猪肉，但是伊有甲我讲一个故事，是伊讲哪呢？阮以前啊，乌来查囡仔，嘿，拢去偷板仓，阮乌来仓啊比三千佫较强，安尼，啊因为咧卖猪肉，伊拢甲这仓啊沉落猪肉来，哎呦，偷板仓在计好红啊，对这个。嘿，一开始吼，传互因囝咧卖猪肉，开始做到即阵，差不多七十担啊。哇！哦哟，已经传到第四代啊。对对。都一条行好啊，会食诶。拢行好啊，谢谢。每一条拢会食诶啊。哦，我爱食烟钱。哦，好咪好，谢谢。大家爱食。嘿嘿，你无讲啦。诶，你这你想要食诶款呢？唔捌唔知唔捌，我请你食呢。我头只哦，好。好食烟钱哦。你那多只烧诶，一个月。有。那个也不接，来来，小刘，哎，我换贴的，哎，我换贴的，嘿。